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Joel speaking. Welcome on board Wing 001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Flight time 1 hour. Temperature is 12 degrees. Please pay attention on the following safety video. Thank you and welcome. Sit back, relax, enjoy your flight.細個時候咧，其實我喺石硤尾長大嘅。咁喺小學嘅時候，見到窗門咧，見到飛機咧喺以前啟德機場一三跑道嘅進場。咁所以咧，見到咁大嘅龐然大物可以飛機上，即係飛機能夠天空上飛咧，都奇妙。所以飛機師咧成為我嘅夢想，好細個開始嘅啦。首先好難能可貴啦，會考成績唔係好理想啦。咁都諗到做機師好似好遙遠嘅夢想啊。咁所以轉戰咗飛機工程嘅。咁諗住做唔到機師都可以做到飛機工程師，可以近距離接觸飛機，所以畢業之後咧就入咗本地另一間航空公司做工程部嘅一啲嘅助理。2003年嘅沙士，我就自己咧都去澳洲，咁當年就自費去澳洲學飛嘅。咁因為當年嘅叫做本地飛行員計劃嘅競爭非常大啦，我嘗試過幾次都失敗咗，咁所以咧就最終都係自費。咁翻嚟之後咧，好榮幸可以入到本地其中一間航空公司作為本地飛行員咯。其實航空公司就冇特定講明，因為而家唔可以有呢一個歧視嘅。咁正常佢有個理念，大約係32歲。咁但係我其實我去到原來我見到啲同學都係大過呢個年紀喎，有30幾、36歲都有喎。咁所以其實好多原因嘅。咁但係最能夠越早開展嘅話，就越快可以有。入到行啦，咁因為喺由副機長到機長都需要時間先可以升到嘅，咁我好榮幸喺45歲前就可以成為機長，都已經係一個好嘅目標。我都好幸運啦，可以將呢個興趣成為職業，因為喺香港實在唔係好多人咧可以做到呢樣嘢。咁我覺得希望能夠傳承呢一個嘅意念啦，使到小朋友可以早啲接觸關於航空嘅知識，提供興趣，所以我就開辦咗呢一個嘅飛行學會啦，開頭係自己嘅意念嘅，將呢個意念分享俾其他朋友嘅時候咧，就認識咗而家我嘅 partner Lawrence 啦。佢係一個嘅工程師，咁咧所有嘅模擬機咧，佢都係佢製造出嚟嘅。咁啊，加上我嘅專業資格啦，我哋就開展喺今年嘅年中咧，就開始咗呢一個嘅學會。咁希望就推廣呢個飛行教育去到學校啊，一啲教育機構啊，或者一啲員工嘅訓練嘅。因為其實喺澳洲嘅飛行訓練只係覆蓋到小型飛機嘅，由單引擎飛機啦，去到雙引擎飛機，同埋一啲理論嘅課程。係翻到嚟香港有航空公司嘅叫做聘請咧，先有機會學一啲大飛機，比如波音737同埋空中巴士320。諗翻自己嗰個成為機師嘅過程，如果能夠喺早啲嘅時候可以接觸同埋認識，我都係好事嚟嘅。咁畢竟香港嘅家長咧都想小朋友成龍啦，有諗過做醫生啊、工程師啊、銀行家，但係機師其實某程度上唔係太多。我就好想咧將呢個航空教育普及化，咁小朋友可以早啲接觸，能夠喺呢個夢想上面早啲嘅準備自己咯。雖然而家係寒冬，但我相信疫情有一天都會過去，人流同物流都需要，咁所以機師對我嚟講咧，呢個嘅嚟緊嘅需求都會繼續需要好大嘅。我哋有兩個方向啦，第一個方向就係頭先所講啦，最終目標就係本地飛行員嘅人數多起嚟嘛，就從細去訓練嘅。我好希望能夠每間學校都有佢哋嘅模擬器，係啦，飛行模擬器，我哋嘅模擬器都可以好用一個相宜嘅價錢咧去推廣嘅。第二就係當而家機師有人比較即係多嚟冇工做啦，其實如果學校能夠開放一啲空間俾機師去到學校裏邊去教學咧，同社工嘅意味一樣嘅，一校一機師，哇咁就覺得好正啦。咁個小朋友可以早啲去學好嗰啲基本嘅元素。開呢一度嘅加速點咧，就因為喺舊年。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新聞報道，其中一間航空公司就是我工作的航空公司都會有一些不明朗的因素，所以在那段時間我就想了，如果真的沒得再飛的時候我可以怎樣呢？所以就立刻跟 Lawrence 就去籌備這個航空學會的開展，因為 Lawrence 是這裡的營運總監，在日常運作他就會幫我 take care 的。我要想一些新 idea 啦，怎樣將一些航空好像很深的一些理論或者一些元素能夠帶俾小朋友，所以嚟緊會有啲嘅 product 嘅，關於小朋友嗰啲關於航空嘅基礎知識嘅啲砌圖啦、games 啦，或者希望遲啲有機會，雖然唔能夠實體嘅，我哋會喺 Zoom 上邊咧會有啲嘅課堂同埋一啲 online game 嘅，咁希望可以將所有嘅航空元素
用一個比較深入淺出的一個途徑，俾小朋友好細個已經可以知道一啲基本嘅一啲名詞啊，或者一啲嘅理念。如果唔講航空學校咧，我就諗緊會另一個 idea 就係配合香港嘅旅遊業啦，希望期盼有一天香港有航空有水上飛機嘅設施嘅。咁未有航空公司請嘅機師朋友，亦都可以喺水上飛機觀光呢個嘅生意上邊去營運啦。咁啊，政府亦都多個機密可以，譬如喺維港附近啊，或者唔想維港嘅中港城或者遠少少嘅一個碼頭起飛兜個圈，或者去澳門、珠海翻翻嚟，提供多一個嘅旅遊體驗啦，同埋亦都俾一班有想飛嘅朋友咧，可以用佢哋嘅專業喺香港去發揮咯。其實我哋都擔心嗰陣時一開始嘅係有冇市場啦，有冇生意啦，咁究竟我哋咁樣做係咪啱嘅方向啦？咁做生意啊嘛，咁驚投資錯誤咯。第二就係做模擬器啦嘅時候咧，我哋就確實係遇到唔少嘅問題，點解唔得？但係咧，亦都喺當中咧尋到樂趣嘅，佢就做到，得咗啦，佢好開心。樣板出嚟啦嘅時候，即係我哋預期之中嘅，咁亦都係好開心咯。飛行咧，其實咧好多時咧被誤解為咧一啲係好遙不可及嘅事情，咁但係咧其實咧飛行咧其實咧係一個都可以好簡單。只是咧，我哋眼光比較集中於喺香港，因為香港嘅空域係有限啦，甚至乎係極度之微啦。但喺外國咧，係一個好平常嘅事。開發多啲模擬器啦，呢個第一啦。首先係安全啦，同埋第二個就係都係俾啲學生啦、人啦或者啲用家啦，都可以體驗到飛行嘅樂趣啦。第二咧，其實咧都有啲希望咧，係想做多啲咧自家製嘅飛行器嘅。真係可以咧，實實在在咧，可以載得起人咁樣嘅，呢個係我覺得一個理想嚟嘅，其中一個都起碼都話俾人聽，我哋香港人咧都可以做一啲開發嘅嘢。我細仔係有興趣想，即係將來讀書個方向都有諗過讀航空嘅咁樣，咁自己亦都會揾一啲 information 咁樣啦。咁我哋都知道有呢一個地方，咁所以我就第一次即係帶佢哋過嚟咁樣咯。因為中文好有 passion 啦，我見到佢本身都係一個機師。咁頭先我見佢教小朋友嘅過程裡面咧，都好有耐性啦，亦都講得好詳細啦。咁所以我見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嘅。咁同埋我見佢都好有興趣繼續上，咁我哋都應該會再帶佢嚟啦，同埋都會再介紹啲即係小朋友嚟咯。係啊，我都係覺得係一個好好嘅親子活動嚟嘅。可能平時自己對可能呢啲飛機上面點樣操控啊呢啲知識，可能甚少啦。咁我覺得今日過咗嚟可以明白到，其實揸飛機或者喺我隔離呢一個揸直升機係一個好難得，亦都係一個好獨特嘅體驗啦。咁可以俾我見到可能呢個世界其他職業有啲咩嘅選擇啦。咁我諗呢個對第時對我個生涯嘅選擇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啦。咁如果真係去到未來嘅，咁要再從呢個興趣轉移到一個職業嘅話，咁我諗都係一個好嘅預備嚟嘅。咁我就覺得呢次體驗俾我可以認識到做機師嘅工作其實都唔係真係好簡單。亦我喺未來都可能會考慮做機師。好，各位觀眾，如果你要知道更多飛行嘅學習嘅資訊，請留意 JMK TV。唔該，同埋 share 同埋 like 呢個頻道。多謝各位留意，新年快樂！新年快樂！